哇，他们很凶哦，很凶，超凶凶哦！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哇，要死了！我已经死回家了。对啊，死回家了。是不是打进来了？我们还有吗？家里吗？嗯。好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箱子我放微微的一点装备，很微，很微，是不是？对，最微的那种。我刚刚有一整套的装备，我的火焰剑，我的火焰剑还没回来。你的火焰剑？15秒就回来了。我的火焰剑还在地下，等他一下他就回来。小雨，你要这套吗？ 你有多的装吗？没有。这套先给你。那这套给你。换衣服。换一件。换一件。就附个武器。附个武器，必须要 fighter。哎，哦，我的魂剑在这，鞋子。我这边有两把燃烧，只是还没有锋利。我的是有锋利，啊，有火焰的。你在哪？超废。附魔台左边这个。左边。好了，嘿。谢了，被燃烧了。11灯，11灯。哇，燃烧二，最后一把燃烧一的。啊，6等，我要6等。我要11灯。他们又占据中间喽。好。等一下，小狐狸经验可以先给我吗？我6等就好，我现在2等，谢。好。慢慢推进中。白痴哦。怎么了？喵！你下去了？刚走下去的是你吗？对。你怎么下去的？想耍帅。快了！有！打一波！快了！有人来中间了吗？等一下哦，我拿个牛排。多一有人想打我们的蜈蚣？不要打蜈蚣，他是无辜的。可以先走个力量，再去中间。他是无辜的。有力量！他是无辜的。哦，200，200，我来帮你，我烧他。喂，在这里死，别想走。喂，哎呦痛！喂，没有失误了，没有干掉，没事，200。我没有失误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回家，吃个饭再来。好，吃饱再上，吃饱再上。肚子饿了，不打架。那个箱子右上角有两把燃烧剑，嗯，快听，破坏红石膏，我在，那就不要留在家里了吗？丢掉，什么东西不要留在家里？别搞啦，破坏红石的，就直接扔到角落让它消失就好了，直接丢掉就好。燃烧锋利，这燃烧锋利我带走，哎，烧起来了，需要的就拿走，喂，通通拿走。我直接把它全部升成2等的，斧头好痛哦！哎，我来当附魔师。他们有些人都附那个好痛的斧头，斧头不是就走我击退而已吗？可是我刚刚被打，感觉超痛的，跳砍的关系吧？哦，有可能。虽然是暴击，可是感觉超痛。喂耶，干掉一个。那斧头应该不能附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也是哈，应该没有输。对啊，上面啊，所以那个慢慢暴击其实还是很强。嗯，欸，我打掉好几只了。上面还一直在射啊。那不管他，这边密密麻麻的，慢慢都是人，满满都是人。他们地道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走到他们家。不行，那窟窿一定要先打，而且不打他那个缓速也好缓哦，没办法挖，太缓。站在这个树柜这边是不是站着，偶尔会直接给一等，欸？会吗？我有看，欸，家里绿的加一，来，你们小心哦，我现在在他们家，小雨 nice。因为我看到你在这边挖，对，我们要打哦，好，那就我先挖。啊，我们组合先烧破了，一下什么了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打掉了！好，那我们反过来趁我们现在有力量去打。
好。好。哎。燃烧二，掠夺三，干嘛？哇，所以这个这放好多地方哦。哇，好多人，好多人的。他连那个下面都可以放哎、欸，不行，小雨，小雨，这样不行。对对对对，退退退，退一点，先退一点。紧装备，各自退走，各自退走。好，退退退退退。哎、欸，嘿嘿。哇，雷洛区！哎、欸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 ，OK OK， 在盖岛，在盖岛。你们在哪里？我可以送肉过来。谁在他们家副台那里？200旁边的那个战神岛是我们的，可以去拿个力量。谁、哦、缺肉？谁缺肉？我带肉来了。还不缺？哎呦，我缺，在左边。好砍，好砍，好砍！有人在放左边。放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左边左边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举盾的吗？举盾的吗？对，是我是我。烧死你，打死你！在里面吗？没有，干掉干掉。耶，知道了。够吗？够吗？还有还有。可以可以，有人来了，人来了。二零零还 OK 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OK OK。二零零记得进攻的时候都去一下力量岛，增加力量再走。好好好。哎，有没有稿子可以挖掉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那就回去回去回去，没稿子就回去。回来回来回来！哎呀呀，回来回来！进来打进来打！哎、欸，我把他们核心又再破坏了。破了破了破了！啊，盖岛、哦。好。好。哎、欸，哦，回来回来，那个弓箭手抽满了，稿子我们没稿子。OK。没稿子就先退。想干嘛？想破坏我们守护者不准？回家。我回去拿，回去拿稿子，回去拿稿子。好好好。对对对，是你们在那附近有办法盖那个吗？中介岛，他们这边岛都满满的。嗯，他们这边超满的。守护者帮忙，守护者。他们是怎么激活的、啊？哎，守护者真的帮忙。200，没事没事。嗯，是他们的左右两边有守护者啊。对对、啊，一定要先把那守护者打死，不然的话挖太慢了，啊、守护者会缓挖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挖？他们用炸弹，用炸弹啊，小心哦。头上有屋子就没事。喂，刚想办法干掉守护者，然后再挖。对，所以我说要怎么再增加我们的守护者？只能增加岛，不是？没有像他们一样，他们都是放在那个特别的地方。对，啊，要放哪里啊？不知道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就看他们那边。刚看一下。去看啊，看不到啊。不知道是哪一边吗、嗯？哦，可能要先激活，是不是？哦、啊，一样吧，可能一样，要先激活。要放哪里啊？地上。黑曜石有没有？黑曜石。看看啊、哦。有黑曜石的地方都是可以激活的。那、啊、你研究一下，我们前面战况激烈，前面要打一下仗、嗯。要专心。哎，我要去把那个弓箭手给换过来，我拿红石过去。好。哎。OK OK， 哇，又被射又被射，这一只啊，哇，趁隙趁隙来打，哎，秀秀，嘿秀，啊，进来，你被烧，我没有被烧啊，孩子，怎么两个研究员在中间呢、啊？嗯，哎，研究员越来越多了，要干掉干掉这只干掉这只，我们家我们家我们家。啊你家忘记了、啊，我现在没办法。认真认真认真，家里家里，我回家我家。哇，这个从家里复活再过去也很难的。家里，啊，他这个反有反挖有反挖，很难。可不可？他只是想要打那个窟窿哎。好。他死了吗？他死了吗？巧克力，过来过来换装，全爆三，加一个尖刺。哦，我身上好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啊、身上那套给我。哎，你看啊、哦，因为我身上有很多也是宝山的。再打我小伙伴，不可以。就看哪一个你觉得比较适合。尖刺没关系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是把衣服给你了。竭力抵抗，竭力抵抗。有一个保护三的衣服，你再给一下。是保二的。好，保二的啊。哎、哦，哎，哎呀，还有一个锋利二的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其他我放箱子。耐久，基础的钻装，对，没有没有都没有头盔，头盔吗？哦，这里有，
保三头盔。没事。好。那重构末那个箱子，有那箱子能不能多给几个？左侧。左侧。可以吗？可以吗 ？Yes, yes. 好。啊，太多了。我们现在铁绿宝石还好，铁拿一点，多激活，多激活，小心小心。嗯，怎么了？重新再打一波。他们右侧的人。好。搞子搞子，多的激活就很方便了。嗯，多点。那个我们的附魔台左边有一个分数掉了，又要掉了。好，先多买一些中间的核心吧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对，有了。怎么没按到？裤子脚脚。啊。好，放了吗？会放了吗？他们都放超多的，他们都全部把它激活吧。嗯。嗯。红队守护者，对，我们的守护者还被揍。前面的，前面那是前面，哦，前面的也有了。嗯，哦，所以这边哦，有没有这边有放出来了？有的，有放了。对，赞呐！他们到我们家了，到我们家前面了。好，我先去。走 走。有没有人有？哇，牛排岛应该可以再买了。大家可以看看牛排岛，牛排还是。缺，嗯，缺。我这里有15个，我这里有15个，那你可以分个几块？哎，有有有，这边还蛮一半一半一半。好，小雨，先多穿一点装吧。对啊对啊，我要去换装。感谢。先来个力量再冲。嗯，我看看。冲啊！所以分数那个补了吗？补了，那两个我补了。这西瓜岛是谁放的？不无聊，可恶！哎，有一个人要来我们家，好，那小心。每一脚脚，每一脚脚，哦，两只，来了，我来支援了，有种下来啊！还真有种，真有种就别走。哎，来呀！后面还有一个，你看，有有有，我在挡他攻击，我在挡他攻击。哎。看一下，别想走！哎呀，别想走，别想走！哎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有个在附魔的，有个在附魔的。我先吃肉。有个在附魔的。有人需要蓝烧剑吗？嗯，这边我又多做了三把。可以可以。看怎样？到底谁在打我？后面一直有一个，后面一直有一个。哎呦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！哇，因为这边力量岛也是我们的。好好，你去踩个力量岛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还有抗性，那不止力量，还有抗性，虽然只有一等，但还是很爽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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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痛好痛好痛！被关注了，被关注了，太痛了，啊，太痛了！你举盾，你举盾，你举盾！啊，我死了！不，啊，我替你报仇的，他也是火焰剑。对，还有我干掉他，我干掉他了。可是东西好像太多，我吸不起来。哇！ No！ 哎，我一吸不起来就有点尴尬。对啊，超尴尬。好，先给你。好，保一的。哎，我要放一下。啊，那些岛不用了，岛不用了，把它扔掉。工地剑。右上有燃烧的。哎。这么聪明啊！没有要打你们啊，我捡装啊。燃烧岛好像已经有人拿走了。那我这里还有一把，蓝二风三。哦，有点猛，太强了。装备太多了。两个偷射箭，没有附魔的就直接扔了。哎，有人来我们家了。哇，把我们弄到里面了，坏透了。哎，我们中间有一个弓箭手。我们左边少两个核心。好，左边。对，打我就进岩浆里，进岩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痛痛痛！就边附魔边顾那个宝石好了。
试图在岩浆里游泳，还少一个那个、欸、分数是5000哦，所以很靠近哦，快了，嗯，你多拿一点食物，给我更多的食物，哦，小狐狸，风力三的剑哦，可以拿，啊，核心补了吗？哦，我还差一个，好，我过去补，右边好像有来一个哦。右边哪里？我看他想挖，